读一读，你有什么？我有妈妈。你有什么？我有爸爸。你有什么？我有同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牛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乐高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学校。学校在一本书下面的，在学校的中间有中国国旗，在国旗的旁边有一个小巴和一个私家车，在学校的旁边有上课大叔，这学校外面，在学校外面有三个男孩子。